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千嬅。地球是属于你和我的。作为一个妈妈，我有想到孩子的将来。微电影《极地控诉》里面就讲到北极熊妈妈对下一代爱的伟大，所以我们都应该用妈妈的爱心去关注地球。同三岁香妮阿姐、南北极探险艺术家李洛斯小姐创作微电影《极地控诉》，演出的有波姐冯素波和视后级女演员刘美娟。为什么你们要害死我们啊？关我事啊？不关你事。